回馈现代力量。相人相处，才能了解彼此的个性。以后，如果阮老大让做什么代志，造成你的困扰，你一定爱我知影。我知影，得到是较烦恼哩。另外，心内一定有拍算咯，要做你好社会，找一个适当的机会。我是袂要紧，我老爸一定会答应。得到是你，你代志这么多，又搁这么无用，我惊伊事事非非这多。现出是要脱离，是无这么简单。当然找机会，得到脱离这个千秋包，放心啦，找机会，我等你。OK 啦，你等你啦。袖箭，阿你做会了没？我开杀！你们来当个这个杂毛杂坏，你明明知影讲了我爱的老师你，你竟然跟我这个大人做会来要杂毛，阿你这臭杂毛啊，杂毛杂臭！无得，你怀疑啊？我本来就讲怕。你讲我怕？你怀疑呢？你是在做什么呀？为了当作我先为着听信，卖想一个有空无损的干会使？为什么有空无损的？你明明你就是哦，对我嘛拢足关心的呀、啊。笑，你免来当骂我笑的。你明明讲我是神经病，免当。像家呢，除了也明白个看，小弟我想袂开，你怎么
真古锥，知无？歹叫啦，试用期一礼拜啊！伊讲要甲你试用一礼拜，去讲啦。爱用试用的，来啦，勉强接受啦。即摆是你叫我，是我叫你呢。凶案，佮讲遐尔济，中华哥，中华哥，中华霸王糕，你爱吃啊？我爱吃霸王啊！这人绝对不是白人，伊嘛爱吃。我的小弟回来啊，迎接。小姐，小哥哥，你小弟咧做霸王的呀？你真正做官啊！我公众要做对我蒙蔽，我予恁失望，因会上冤枉。真欢喜，我甲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小弟，何和尚，这是我的女朋友，伊未来阿婶。我大哥有甲咱在导游看袂出来，总是在稳定嘛。我搁娶第二个哦。我大哥细姨。误会误会，这是伊的细汉的女朋友，迄个是阮小弟啦。安尼爱叫大嫂，这两个要称呼，真欢喜，既然做官当啦，今仔日要食啥？大请，食食食食，我是要来101吃好料，我是要来101办一棺材，要食当然会用的，大哥，我阁有一个爱做伙去，一个人，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人，最重要的人，对哇，贵宾啊，贵宾，我上来给你看，啊，这么巧，是啊。阮小弟交女朋友啊，真是真是，恭喜你！我请你，等一下，既然客啊个热情，哎呦，你看，真正是你，你看伊女朋友呢？看好不是？先生，哎呀，什么人？哎呀，你狗日的打击我！这么大，我的生活你敢有参与过？无，我小弟啊做官，你倒来扣别我的老母，伊我细汉的时阵，我上需要阿母的爱的时阵，害死阿爸，然后嘞。你别讲啊，因为我的老母跟人无同款，以前不懂，讲恁知也袂要紧，因为我的老母偷皮啊！医生，阿母不是故意要打你，走！医生，你别来了，脾气大，这老傻帽，你给我听清楚。我王启山的人生里面，我没老母，我把我的兄弟请到口拔出来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凭什么？我的兄弟做官，你才回来出来这么享受，我的兄弟你给我娶着，你给我顾着，你没死，你敢到手不敢吃的时候，你人在哪里？我困在人的床仔脚在睡的时候，你还在哪里？想安尼好，但
出了大汗，幸亏你是我小弟，咱两个人亲手将，我出了一个亲人命，我顾你好你，栽培你今仔日，为甚物让你带这老三毛倒来？世界上无不是的事多。就算讲今仔日阿娘是一个杀人犯，但是伊生阮老土，伊甲我有血缘亲，无论安怎，我认定伊是我的老母。今仔日我栽条为官，好是件代志，我劝阮阿娘倒转来。我讲我希望我会当一家团圆，但是我想袂当到，你竟然当讲出这种的话去伤害伊。大哥，我知影你吃我。你栽培我真辛苦，但是我希望你亲手无你家己的心肝，这段时间你真正无想伊吗？我，我无想。先生，你哪会生安尼想？虽然栽培你的代志，我是不知影这清楚，但是伊是你老母，你讲这话，伤着一个老大人心。爹咪，阮家代志。我能跟你讲是，这老母你妹，叫伊，从今以后来叫我是你哥哥。天生，天生。我你怎么这样讲的？我唔知啦，非常的感动。